拍了一个多小时队，然后呢排到以后呢，然后就告到18号去排，18号你看又排那么长，乱七八糟了。我跟你讲，这香港啊，香港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顾你们香港，完蛋了。动不动，好，感谢香港同胞对内地啊抗震救灾的支援，这体现了我们啊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请你向香港的广大同胞转达我的谢意。谢谢主席。跟你讲，这香港啊，香港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顾你们香港，完蛋了，完蛋了。水可以割断，但割断不了香港同胞和内地同胞的友情。香港同胞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对于我们灾区进行支援帮助，我们都感谢。他又感谢香港同胞给予的帮助，要感谢香港同胞对四川遭受的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的关注和给予的支援。